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。新的一天好啊，这里睡了一觉起来好凉爽，真的大方线。我开始以为这个地方会很热，没想到原来我们贵州这个地方比我们遵义还要凉快啊！咱们睡了一觉起来，带着安妮和波妞出发了，走。安妮，安妮，咋了？是吧？哇，他们好开心。我现在经过的这个市区啊，就是毕节市。其实毕节市最出名的就是那个百里杜鹃呢。不过这一次呢，我不去，就是直接从毕节市区经过。这个底盘比以前的那个车比亚迪要好。我们现在驾车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乡道啊，一会儿我即将经过一个非常险峻的地方，待会儿航拍给大家看一看。这边的乡道不是很好走，因为贵州的山路嘛，弯来拐去的，而且这个会车的话特别不方便，对面来车了。这个道路的宽窄度啊，就只有我这个车这么宽，哈哈。哇，给大家说一下，我刚刚经过那条路啊，我都是心惊胆战的，因为这条路又陡，而且啊，路又窄，特别特别的危险。我每当听到喇叭啊，别的车的喇叭的声音的时候，我就心里面激灵一下，咯噔一下。哇，我紧张的汗都出来了，我现在这两个家伙倒没啥感觉，我倒是真的虚惊一场。像这种路啊，如果是不经常走像贵州这种山路的朋友啊，建议还是技术练到家了再来，因为稍不容易啊，你半道熄火，特别是手动挡的，哇，那个叫一个崩溃，哈哈。好吧，咱们这个视频呢给大家讲到这儿吧，主要是拍一拍咱们贵州喀斯的地貌，从这个山洞山壁之间凿开的公路啊，我觉得太牛逼了。
遇到一对结婚的，只能在这个地方等他们通过了。